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可能就要取代的。可是取代毕竟不是最好的方法了，因为有更好的方法的话，那可以来做了。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刚刚的这个文字累加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我们是叫文字串接的，因为可能刚刚有那个名称，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把这个地方先完成，再来就看一下百家姓。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主要是针对，如果是文字的部分，你该如何把它全部串在一起。那这里的话会第一个范例就是电 email 信箱，也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再利用 left 函数，把它最后一个字给扣掉，再配合 len 函数。那另外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 outlook 了，所以这个 outlook 语法，将来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码贴到已经设定好 outlook 寄信相关设定的电脑里面，它就会帮你寄出去。我建议如果你有常常需要批次每天都要寄很多信件给不同人的这种需求的话，这个部分，可以经常使用，可以试试看，我想应该这个程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也是同学提，这个他每天用，后来提供给我的，OK， 那我想说，这个地方可以顺便给同学去达到那个批次寄送 email 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方便了。以后的话，要寄什么信件，只要有一个 VBA 按下去，自动每个人都收到了。OK， 那甚至你可以把那个什么主旨跟那个内文，可以放在某个储存格里面。比如说你将来可以怎么样寄出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先做个清单。那个清单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总共会有几个栏位，包含就是第一个 email 信箱，第二个主旨，第三个内文，第四个它的那个什么 attachment， 就是它的附加档。那你可以先做清单，有四个栏位。将来的话呢，如果你要批次去寄信的话，你就分别怎么样把这四把 这四个资料一个一个一个的通通放在那个 Outlook 里面，就可以帮你做批次邮寄的这样的一个自动化功能出来了。 OK， 这个部分给各位一个方向了，因为这个可能要在如果其实我想应该这部分或许还可以再设计设计一个类似的范例的那你们可以实作看看，如果实际上真的遇到状况遇到问题的话，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把那个你的状况回报回来，再来做一个解决。我基本上这个东西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实际上做做看。